Hello， 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如果平时跟别人有约的话，我会怎么样打扮自己，让自己气色看起来变得更好。我都用 Black Monster 的产品，看起来很有质感吧。在上底妆之前，我会先用零毛孔妆前乳来修饰我的细纹跟毛孔。上完妆前乳之后，再使用男士清爽 BB 乳液，会更好推开，而且不容易浮粉，也不容易脱妆。用遮瑕笔将一些小瑕疵盖住，点压在脸上。先使用这一头遮瑕膏的部分，接着再使用后面的海绵把它晕开就可以了。Black Monster 眉粉笔组合富有眉卡，让眉毛上色，更不容易失手。因为我本身唇色比较白一些，所以我会使用双头护唇膏来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色一点。它有两头，黄色的部分是保湿，那红色的部分是帮助嘴唇红润。那我准备出门咯，大家拜拜。